吴老星可能有内奸吗？或者可能会有洗白的吗？从目前来看不像有，一个个都把人叫做虫子，这就是很让人厌恶。但如果你从设定的层面来说，金星是唯一逆转的星球啊，金星又是五老星之中可以说是最突兀的那一个，它的设定也是和之国的剑客，他手上拿的刀也是初代鬼车，跟索隆的这个渊源感觉会很深。在五老星正式这个出手之前，我觉得基本上可能金星还有可能是内奸的可能，是五老星之中的这个卧底啊，这个隐藏了800年，等待乔伊伯伊归来，帮助乔伊伯伊。但是从目前他们在马里奇亚的现身，萨博用牛鬼蛇神地狱来形容他们，包括他们这次在弹头岛的全部亮相，一个个很残酷的出手，阿特拉斯甚至为了阻拦金星也炸死自己，所以金星是内奸的这个可能我觉得也基本可以排除了。总而言之，五老星目前来看没有内奸，如果有的话是金星，但就目前来看五老星出内奸的可能比较小，这几个老头子应该都是坏的。